Hello， 大家好，咁今次就玩一玩呢个特别篇 Where 啦。咁点解要玩翻呢个特别篇 Where 咧？我谂大家都即系大部分人睇我嘅都系呢个 Pokemon 啦。咁而且咧，我就觉得咧有其他嘅 YouTuber 咧都有拍开呢个 Pokemon 嘅改版系列嘅，我都知嘅。咁其实我谂应该就唔会太大问题嘅。咁但系如果知道我之前嗰单嘢，就知道系咩问题啦。咁所以我就觉得都可以继续落去嘅。咁點解揀返特別篇 Where 呢？咁因為特別篇 Where 有項快更新，所以我就玩返啦，係啦。好，咁呢度我哋都睇過啦，我哋慢慢睇下啦。呢度代有奇希斯好不容易獲得自由，唔會俾得逞嘅。好，咁我同之前我返嚟嘅差唔多啦，邪惡嘅女人啦，俾原本打算攻擊代有奇希斯嘅招式擊中呢，換來意想不到嘅畫面。好啦，永別啦各位圖鑑持有者，尽可能唔好俾小蓝父母见到，马上联络正辉。咁其实都特别偏 Where， 我几中意玩。再刷一次咧，就可以将佢血量变成红色，野生嘅急冻鸟逃走咗啦。咁啊，帮俾我放低个遥控器，而出去玩。我已经就嚟收集好，快出去躝出去啊！好，我个名，咁我哋拣翻个名啦吓。好啦。本身特別篇 Where 我係之前玩英文版玩咗一段時間啦，咁跟住就冇玩嘅，咁啊而家開翻啦，因為有漢化方便好多，亦都唔使咁麻煩。注意飲食嗰支那嘢，我而家要去邊啊？應該係呢度啊？咦唔係喎，小藍，我喺度等阿爸阿媽，你個名咧？我叫做咧，唔可以話俾陌生人聽啊，係啦。OK， 即係佢知道我名，我唔知佢咩名啦。而家我去邊啫？究竟呢個有咩打算？花子，我知道了爷爷。呢、這个唔通系？睇嚟冇人喺屋企。咦？呢、這个系嘛？奔向蝌蚪，你再害怕冇关系，唔会伤害你嘅。再见阿爷。咁啊，呢度都因为如果大家有睇之前特别篇 Where 或者知道特别篇 Where 嘅剧情，就知道喂 hang 咗机喎。冇事冇事，五年后啦。决定参加射影联盟，成为最强嘅训练师，唔使担心，无论几强都唔系我哋对手啊！要收服呢只精灵，好好培养佢。咁呢度就系我出手嘅时候啦。点解精灵球又被打开？如果想收服咧，先令佢变弱，冇问题。我嘅伙伴叫蚊香君，蚊香君 ，OK 啊？喂，几好啊！啲翻译都真系有重要嘅翻译。其实名唔翻译都冇问题，但系剧情我谂一定要翻译啦，同埋技都唔需要话特别大翻译嘅。好。而家要去边嘅蚊香，使唔使去森林？去森林啊！等我一阵啊，我较大声少少先。好，咁啊，黑衣男啦，小心啲啊，靓仔。嗰个都系神精灵球嚟，个都系训练师系嘛？好啦，咁啊，呢个我哋即刻搞掂佢呢个。好，梦幻，都系呢个梦梦啦，真系应该喺呢度啊，系啦。小火龙，等我嚟啦。泡沫催眠，催眠先啦，催。咁啊，呢度就泡沫啦。哇，系啦，超难啊，低能，劲到癫呢只嘢。落紧雨我都打得咁辛苦。喂，啊系神秘守护，完咗未啊？完啦，终于。好。哇，真系难打到嘅，变身拍打先。哇，顶吹翻我转头。唔系啊，叫吹翻我转头，搞掂佢，好波。哇！你见到我同佢对战啦，仲未明啊？呢个就系实力差距，先会中途停手。太过自信咧，只会自取灭亡。最好记住，失踪的精灵边个叫你落雨天喺度玩啊？我喺度特训紧啊！我需要变啊，需要搵唔系搵大木博士喎，系一个精灵嘅专家，但系可以学到嘢嘅。讲笑，而家即刻去，可以改变衣服系啦。呢一个就好似系呢一个嘛，定呢一格啊？死啦！喺边度救？边度揿可以改变自己嘅衫啊？唔系呢个咩？话未学会使用。所有衣服都好似红色的，咦？之前好似可以换噶，点解而家唔得嘅？有只猫喺度，喵喵喎。诶，佢讲咩啊？我喂 ，Young Man， 唔知咩，唔知睇啲咩？佢话佢话帮我回血，回完血之后唔知话帮我，佢就要睇一啲嘅节目之类啊。好，呢个就大亚博士研究所啊。咁啊，呢一度就令到嗰四只嘢就消失咗啦。你个小偷做咩啊？你个白痴！哇！睇下你做咗啲咩？我唔系有心啊！你快啲同我捉翻翻嚟啊！咁啊，车厘龟就留咗喺嗰度啦。好，咁啊呢只就先搞掂先。一个泡沫车，哇，咁难打嘅。
咁其实上一次我哋就玩呢个牛蛙棍啦，系啦，同埋有比加超嘅。咦，仲有只好似喺森林，一只好似喺啊系啊，有只波波球喺度，即系咁嘅色嘅波波球，拍弹冇催眠啊！哎呀，催眠，醒啦，醒啦！哇，低能落输俾呢只嘢，黐线嘅真系。我都冇办法，借太强啦，实在。哦、啊，泡沫好渣，我招泡沫，哇，两招都咁渣嘅，点解系蚊香君？唔系老啊，蚊香君嚟，点解咁渣噶？够叻啦，咁啊去呢边啦，再搵埋下一只嘅虫呢一度。咁呢只就易打，因为地属性，我哋就可以克制住佢。做呢个泡沫，啊，搞掂搞掂。奇异种子喺下面咧。执奇迹种子就好明显系俾奇异种子用噶啦，相约，诶喺度啦，奇异种子，冇俾你走啊！而家已经太迟啦，奇异种子会离开呢个纯白，就会匿喺边咧？我同你一齐交俾警察，跟住将你呢个咩地方啊？我叫可可喺道路咧，经营嘟嘟嘅农场、啊，咦，我可以需要一个有能力嘅训练师咪喺你眼前咯、啊？你咁都冇发现咩？我一个有能力嘅训练师嚟噶。相约嘟嘟嘟嘟嘟，好，我哋分开揾啦，最好唔好同我走啊你。呢个系咪小王咧？呢个永远唔好同陌生人讲嘢。有冇见过奇异虫？好似喺道馆啊嘛，如果冇记错，好似喺呢度，系喺呢度啊，揾到啦，好奇怪嘅雕像喎、啊。呢、這个就系板木嘅雕像啦，好乖乖过嚟啊！奇异种子好，居然对嘴人，你唔使惊嘅奇异种子，好惊系咪？呢、這个应该系第一次咧，从精灵球走出嚟外面世界，好系咪肚饿啊？诶、欸，野生嘅豪力，好点搞啊？佢背上有个种子，如果有阳光，有阳光咁点啊？阳光烈焰系嘛？哇，呢、這个超难啊，低能啫！哇，仲要单难添，好准备受死啦！咁啊，先用阳光烈焰啊，直接，哇顶，一个咁嘅手劈劈落嚟，嗰人阳光烈焰，你点会知道佢识噶？我认为咧，植物可以将个阳光转为能量，而且身上有个种子，所以真系有趣。呢个奇异种子送咩咧？虽然你系个小偷，但系呢个家伙非常中意你，唔使改名啦。咁啊，之所以出现咧，研究所因为想知道点样先俾人最强嘅训练师。你认为我知道？你认为系知道好多精灵嘅事，定系只拥有好强大嘅力量啊？如果你系认为呢啲嘢咧，咁你就错啊！最紧要咧系心意相通嘅心，就好似头先你同奇异种子嘅感觉，先系关键。攞去啦，呢个系精灵图噶。每当你见到咧，总之你就帮我做跑腿。如果你要实现你嘅理想，你唔可以净系留喺纯白，就要上满森林。哇！呢个冇改喎、啊，吓、啊。你可唔可以揾到佢？未必已经走咗，或者佢已经离开咗。系佢啊，佢仲留喺度啊！我哋去啦，我哋小火龙第三章。喂，呢度已经系冇咗汉化啦，定系佢系某一部分有汉化？诶、欸，我明白啦，可唔可以私下同佢讲嘢？有咩需要请嚟到我研究所？我已经知道准备好呢个训练师之路啦。有咩需要即刻讲。好啦，咁啊，先俾奇异种子用咗个奇迹种子先啦，系啦。奇异种子可以话我一大战力啦，唔使讲。先去个精灵中心先，乔伊应该就喺呢度，跟住入去。太好啦，终于揾到你啦，嗱嗱尾啊，大博士孙女，即系阿小茂个家姐，忘记俾精灵球你。系啊，佢好多嘢都唔俾我。你讲边个死咗啊？你会付出代价？咩事？向前走真系上满森林啦。有虫系嘅精灵冇问题啊！虫系精灵到你话一只撞死你啦！诶、欸，走啦，拍档，我哋睇下咩精灵啦。问佢话你 OK 嘛？原来佢有主人啊！你我哋最系野生精灵先要攻击佢啊！可会跟攻击我蚊香蛙？等咗好耐嘅代龙攻击佢啦，打完佢咧就可以咧将佢嘅资料记录喺我图鉴度。有咩好笑？我阿爷话俾我听，仲俾咗咧另一个人喎，估唔到系你，哈哈哈！应该会将你咧俾呢种咁嘅人咧屠鉴，我会教你点样去完成屠鉴啊！俾你致命一击，仲未够攻击啊！小火龙明明弹开精灵球力量，但系点解冇反击？难道是快啲停止，继续攻击？同我阻止小火龙，
有个新目标，受死啊你，受死啊你，你咪谂住我赢到啊！一个技种再叫声，斗叫啊！火花唔惊，一路吸佢，哇大镬！啊死仔爆啊，会输添可能，佢系啲雀仔啊嘛，哇飞天螳螂，死得咯，你13咧飞天螳螂添，死得啦咁铺仔。哇系夹住，喂冇啦冇啦冇啦，除非我爆击几下啦，冇啦，弱者真系可悲，哇好全我呢个咁嘅打靶仔咯。喺度靠 level 获胜啊！呢头最憎呢啲嘢，靠 level 获胜解毒药，好似喺呢度附近小武几种啊？费事慢慢打咁烦呢只嘢，阳光烈焰可螺丝啊嘛，几种啦、啊、照旧，跟住转重变硬泡沫透砸地球。唔惊啊！投下地球，不断吸紧血嘅情况下，毒粉唔要叫声啊！啊，唔系佢有麻痹粉啊，催粉唔、要毒粉啦、啊，梗系。虽然毒粉都真系几有用嘅，喂唔系嘛？嚟两只咁嘅嘢，先瞓咗大针锋先啦、啊，唯有。喂，搞错啊！伤睡眠先，哇避晒你唔系嘛？得啊，终于瞓低啦。技种嘅大针锋，呢度水枪嘅大针锋啊！黐线呀！技种嘅巴塔碟，蛇嘅大针锋，哇死啦！大剂啦咁冇，催眠就大针锋，仲 miss 咗添，催眠，哎揿错，哇好在一镬得福，瞓埋只大只巴塔碟先，喂瞓几多瞓唔到大针锋嘅 ？Oh my god！哇，好唔好唔掂喎，大佬打唔赢大针锋喎，我组合好难搞喎。呢度又冇咩精灵可以打赢佢，或者升个奇异草再行前啦，唯有升个咧先啦，奇异草六毛虫呢啲就巴塔碟啦，六毛虫系独个虫又大针锋啦，系啊，大针锋。撞死你！撞死你！撞死你！应该去得嘅，只要我强攻应该冇问题嘅。强攻先技种之后，水枪巴拉碟，水枪巴拉碟，哇唔得唔得唔得，好大镬，就快死，一定要瞓咗喺巴拉碟先。哇！点打啊，大佬？佢卡住我，卡住我只奇异，顶咁恶搞，一定要升一升咧。如果唔升咧，就要瞓女战术咯，瞓觉战术用。好，先灭咗只巴塔碟先，两催眠搞掂，跟住就技种艾神武，你接阳光烈焰啊！OK， 虽然扣得唔系好多，但系都可以试下嘅，照用。哇！佢一夜打到我咁样，我仲点打、啊，大佬？低能啊！咁难打呢只，一嚟已经卡关咯。唉，独角虫14咧。铁甲用，其实我瞓耐系咁瞓佢，跟住用奇用咩用阳光烈焰应该打得赢咧，但系可惜佢太快醒，应该系话正常系咁，正常嘅瞓觉回合双催眠啦，中晒啦，唔该中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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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住技种落只巴哈碟，巴哈碟一定要先杀，水枪定泡沫水枪啦，水枪高攻啲，哇佢真系痛都唔痛噶。放埋几种我大针锋路先，先回翻个血量。好，机会嚟啦，飞云拍打同阳光烈焰，水枪水枪
好，唔惊，仲瞓紧，搞掂一只先。唉，终于搞掂，低啦，猛撞，有呢招猛撞，你仲唔玩完？撞死你大只猫，飞叶快刀，飞叶快刀唔要啦，飞叶快刀系啦，用阳光念我只奇异种子系，净系识猛撞，靓波，急冻光线，唉，终于有啲劲技啦，哇！哇！自己以为轻机，大佬吓到我真系，我 save 先，好惊佢咁样窒下窒下。好，重系精灵啊，一个猛撞打死你，哇！一嘢吸死咗，受死啦！帕拉斯，点解又系我死啊？其实可急冻光线应该好劲啊，嘅奇异只蚊香蛙。但系吓，我识头先麻痹咗，咁样冇麻痹嘅话死紧啦！我只咁嘅蟹，嗰只蟹居然可以赢到我两只，有乜可能啊？顶麻痹粉，吸血压屎啊！巴拉斯用啲咁狗嘅技能吸血，好先回去。喂，低能又要做咗剧情先，代龙去咗边？去咗左边，跟住再落。诶，乔伊啊，收集图图过，你帮我回血啊，大佬。我先佢喺边啊，我唔系好记得咯。啊，系咪喺下面？即系呢一度行过去啦。解毒药双药应该唔使啊。好，先进咗化先呢度，进埋化先啦呢度。进化，进化，居然连续两次唔中猛撞。哇！痛到黐线啊，系佢未进化喎，唔紧要啦，我哋转蚊香话啊，唔使嗰度奇异种子用翻，咁啊用双药回血啦，唯有系双药回血。好啦，代龙喺度啦，好嚟啦，即刻就寄种落去先啦，唔好谂啦，即刻催眠佢。哇，超痛呢下，阳光烈焰，哇，百万吨啊，我用。我知道啦，原来你唔使令呢个小孩受伤，就系、是、因为你咧用害我错失咗机会。呢、這个果然系你冇反击嘅原因。如果小方嘅火焰击中咗小孩，咁会伤害到佢啊。等等，那个孩子咧，我谂佢中咗毒啊。如果唔尽快咧根治呢个毒性，佢可能会你癫咗啊！你唔知咧，佢只系一个僆仔咧，根本冇话消化啲药物啊。而家需要嘅桃桃果啊，分开揾啦，揾乔伊啊。癫嘅系你咯，啊！搞咁大坛嘢，好俾个图图果搞掂，搞咯又要周围行呢度，好已经唔需要啦。如果冇你阻碍咧，已经收复好将佢带去精灵中心。你都知道，如果你嘅对手处于不利啊，赢得胜利都冇意思，唔理你啊！曹仔唔好再跟住我，叫小茂，傲娇型小茂。诶，呢度又要打交。咁啊，催眠先啦，喂，喐下先得噶，奇异种子。虽然我知道你麻痹，你唔识唔喐啊嘛。哇，连续两弯唔喐，25% 啫，你有咁大机率中，哎呀，真系救命，抵啦，结翻你兵。好，哇，完美，都系蚊香话有保证啲。嗯，点解你有啲 pH 值咧？突然升高，有啲咩？哇！收集足球系咪有人嗰度啊？啊！呢度啲数字，咦？有咩咬噶？哇！好啦，咁呢个就系其他剧情啦吓。第三章结束，第四章电器鼠就讲比加超啦，系嘛？你已经无路可走，你个家伙呢个最后一次偷我哋嘅嘢，哇！又俾佢走甩咗，佢会跑到去边咧？我唔理，我要回血先啊！唔好搞我。呢度啊，比加超，你见呢电器鼠竟然偷嘢？同我翻嚟，你系边个嗰只你噶？我抱歉怀疑咗，因为咧一直偷每个人嘅嘢，造成咧好大嘅混乱同埋困扰，可唔可以捉住佢？冇问题啊！呢度好似话咩豪力嘅佢性感嘅咩啊嘛，系嘛？我知道豪力咧只系一个精灵啊，但你唔觉得佢着住紧身内裤都系好性感？你需要一个男朋友系啦，呢一度我都记得我翻译过，想睇我咩呼啦圈唔睇了，比加超好彩，唔知边个位我记得喺一个迷宫入面啊，我记得好似。系咪呢度啊？唔系喎，美加超喺边啊？佢呢度唔似啊？道路二
应该唔系喎。咦，地鼠之前有咁多地方嘅咩？佢喺边度啊？哦，见到啦。好，上啦，奇异中之，你咪讲你赢到我啊，催眠佢，试下 save 先呢度。我唔知佢打死佢咧，佢系点样计？猛撞，猛撞，加速特性比加超，加速特性比加超基本上系屈机啦，已经系。好，翻嚟啦，哈哈，捉到佢啦。哦，唔使系嘛？哦，跟住我啊，比加超，唔好咁固执，你做个好朋友啊！真系唔可爱啊！你真系悠闲喎，咁样咧，永远都唔使知咧收集呢个图鉴完成啊！作为竞争对手，我真系觉得羞愧，所以喐手话俾你听啦。管珠咧寻找啲有能力嘅挑战，想去攞呢个灰色徽章，提升精灵嘅能力。呢个基本常识嚟嘅，嚟比赛睇下边个攞到先。当然啦，凭你嗰只咧用唔到嘅电力鼠，应该唔会系比赛嚟。你嘅电力鼠会对佢有咩伤害？因为地面系啦吓。咁但我比加超就系咪可以打佢噶？好，捉我好稳，用咗啲咩啊？佢电气球啊，咁屈机嘅，加速减特攻，唔得唔得唔得，我又发作啦嗰啲咩？嗰啲嘅吓咩又发作咯？完美主义者，好。呢个都唔太得系啦，哇！但系头先佢减咗，系加咗特工系嘛？我冇记错，系加咗特工定减咗特工啊？系啊，头先50特工，应该系加咗系嘛？搞啲咩啊？红色系加定？应该系红色系加系嘛？蓝色系减系嘛？加速减攻都得，哎，加速减攻啦，唔好烦啦。加速减攻都 OK 嘅，当然加特攻系最好啦，因为佢有加速特性啊嘛。但系减攻都冇乜所谓嘅。出发，我哋打埋呢个管主就差唔多，第一集就完结啦。好，进行下一赛咁啊，参加者米奇喎，到我打啦。米奇，咁我睇下比加超出嚟回一回你啦。系啦，呢度即刻有电击呢招技啦。哇！顶下龙龙岩，顶啊！一嚟系龙龙岩嘅咩？岩石打磨玩泥，哇！咁劲嘅招急冻光线，100% 急冻啊！连环巴掌啊！唔要连环巴掌，呢啲冇命中嘅技能。下一场比赛，艾丽莎对呢个泰李王使用弱起，跟住到我打啦。你系傻嘅定系龙啊？我话同你对峙系轻松获胜啦，可以，我知嘅，睇下你嘅低能，我会试住快速解决你。你认真吗？哇顶，又系黑住我只比卡超。哇咁劲啊，招急冻光线。咁我仲有可能输吗？黐线，好似50%咁喎，招结冰。招急冻吓，惊嚟，哎，即刻解咗。哇顶，滚动，唔紧要，电击，搞掂你啦，想赢我？冇可能噶，我咁靓点会输噶？我咁靓，我一定会报仇噶。嚟啦，拜，即刻回血啦。好，同你打好，一嚟系蚊香花唔使问。啊，唔系，其实奇种招得，系蚊香花啦。同你最次就系拜咗比加超我哋。原来连你自己嘅精灵都无法控制，头先嗰几场都系咧侥幸获胜啦。火之透脆，仔细谂咩？冇理由为我而战，强逼你去咁做。今次唔会放过你噶啦，你咪觉得赢到啊小哥？哇，你睇下我只蚊香蛙真系最强冰结啊！三拳石有咩用啊？三拳石大入一招啦，哇，完美获胜，冇可能噶，胜利者居然系你，我哋赢咗啦，比加超呢一个咧系灰色徽章啊！要唔要尝试下华南市啊？我有个朋友都系管主嚟噶，喺玩都有八个。你需要咧经过月见山先会到达啦，对你嚟讲冇乜问题，轻松啦。蚊香蛙真系几劲，蚊香蛙又点会急冻啊？等等，真系可惜我哋冇喺咧比赛中对上，因为我哋分配唔同嘅预赛啊嘛。估唔到你都赢咗，想讲咩啊？要嚟场战斗吗？一定会打低你嘅，注意到嘛？变咗火恐龙啦，已经唔系同一个档次。压招啦，火恐龙沙手重先呢度，球鱼啊！唔要啦，冇位学球语。
火恐龙就梗系出只蚊香蛙啦，仲使问水枪？唔系喎，反而呢个球应该好有用。拜，想赢我？飞天螳螂比加超，电击。拜，哇，点到即止佢都几串喎啊！哼、啊，太天真啦，仲万状。再见啦，哈哈。明明我赢咗咩？哈哈啫。根本就系我赢咗，好，我哋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，下集继续玩 Pokemon 特别片 rap， 拜拜。